当队友有事要挂机时，小凯，我班主任来家访，现在就得走了。游戏我能先退了吗？好，你自己好好打，我先下了啊。面对疾风吧，面对疾风吧。要不我打完这把再去啊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也能吃鸡的，你去吧，师傅。好吧。去世，去世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呀，师傅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呀呼！啊，还是继续打吧，今天不出去了，好好陪你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让你去你不去，你去呀，去呀，去呀，去呀！欢乐吃鸡，欢乐有你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上战神了。